这是个啥？还棉花完呢？下雪了吗？别下，看不了了。哇，这太难了。看来超出实力范围了。第一次就转成一个这的个性。巧，买螃蟹呀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家那小的不是非要吃吗？哎呀，别买了，去我们家拿啊！不用。哎呀，我也不会做，你做了咱一起吃呗。走走，那好吧。Later。哎呀，别客气。不是，那你们晚上来吃啊。好嘞。走。细致。不愧是他，一只蟹这么多人。这才是吃螃蟹的正确方式。那洗干净的这些蟹壳就可以组装我的蟹肉了，这多真呢！一半淋上黄油，填满芝士，扔进烤箱200度10分钟，就是大众都爱的芝士蟹堡了。我是打算做两种蟹堡，那另一种叫雪花蟹斗，打个蛋白，熬个造型，上锅蒸1分钟定型，再移到蟹壳里，是闻名苏州的传统菜呢。最大的扣中间，以简乱真的蟹堡双拼就做好了。除了这个，还剩不少蟹肉，我又做了个蟹黄豆腐。其实饭店就是这做法，牛吧？还以为饭店是蒸蟹黄呢。那还有剩的，就来个蟹黄拌面，是最圆满的了。哇，这我赌他们吃不出来。你这假蟹做的也很真啊！哎，门铃响了。你妈妈这手艺可真不错，那还不是多亏了你那一只大螃蟹。哎呀，客气啥，咱们都这么熟，我还在烤箱呢，明天也拿来，让你妈做了，咱还一起吃。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。如何阻止你家孩子买奶茶？哎，你怎么这么晚回来？这买哪不是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这里面全是科技和狠活。我知道呀，我不缺这个。哎，你，哎，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去买了？你想和我给你做不行吗？不行，你做的没有科技与狠活。哎。买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重？能让他告别科技与狠活的武器。我跑大老远去挖了一堆这个，你们肯定以为这货是红薯，人家说我叫木薯，没想到吧，奶茶里那些小料的源头啊，是他脱掉粗糙的外衣，里面是个白胖子，把白胖子切成小块，再用破冰机打成浆，跟水的比例啊是1:1，然后再倒进纱布里给它过滤。咱就说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自制的过滤架还真不赖。挤点水分，这个不要，留下的液体就静置吧。哎，分层已经出来了，上层的液体倒掉不要，留下这层白白的就是木薯淀粉啦，给它晒太阳或者烤箱烘干，这肯定没有科技与狠活吧。一搓成粉就是干了，用石臼不费力的就能磨成跟买的一样细腻了。那有了这些木薯粉，我就能做奶茶里的各种小料了。首先是西米烫粉，揉成个偏硬的面团，切一块塞面条器里，用最细那个挤一点刮下来，再放到手心搓圆。这一个个着实有点费人，谁让我没有南翔那么多月种朋友呢，搓到天荒地老。终于烘干后有
有这么点了，祝贺一次吃得完的量，剩下的保存起来。哇，真跟买的一样哎！刚才的面团搓大点就是珍珠了，泡在这大的搓起来就快多了，也煮一点，剩下的冻冰箱储存。哇，这透明的珍珠比黑的好看呀！那木薯粉跟南瓜、紫薯啥的搭配，不就是芋圆了？这以后他想喝什么口味，我现做肯定比买的强。那木薯粉跟牛奶搭配，就能做成他最近老爱加的牛奶麻薯了。木薯粉牛奶混合后啊，上锅蒸，或者直接锅里炒粘稠，就是拉丝麻薯了。这其实可以直接蘸着饼干碎吃，糯叽叽的很好吃。但现在奶茶店啊都给他放奶茶里，我儿子就贼爱这款。其实在家做起来简单的要死。再来个饼干碎封顶，这不就完事儿啦？那他百点不厌的油脂甘露也必须安排，正好最近芒果也下来了，柚子多放点，西米必须多多的，得做个封层嘛。芒果椰奶糖打成芒果西，倒满杯再点缀西柚跟芒果粒。哇，这哪里比买的差了？听说多肉葡萄最近也变成这帮孩子的新宠了。其实在家做啊，也就分分钟的事儿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哦，对，我得换成奶茶杯，再做两杯，去学校堵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呀，我好奇。天心上的小红梨呀，奶茶。今天终于不用来买奶茶了，好喝吗？我看他能不能喝出来这是我做的。哎呀，今天给我买的哪家奶茶呀？这上面怎么没有 logo 啊？下次给我点奶茶的时候，别忘了放脆波波啊。做个胸耳面滑烫又躲难，大家都知道我为了杜绝王好奇吃路边摊，衍生了很多摆摊新技能，所以他说过几天学校秋游要吃公园里的棉花糖，让我有本事棉花糖机买了，我誓与他的路边摊磕到底，这玩意儿不就是卷吗？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第一次难免有点手伤、啊、怎么往外飘啊，这一点都不听话，第一次就转成一个正的个性，但吃还是可以的。为了防止乱飞，得武装一下。这次我要认真了啊！结果不过啊，熟能生巧，已经能卷起来了。不过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我都快成熊二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哎，你觉得像谁？四不像，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胃口。别说，拿着棉花糖去秋游还真挺应景的。下次给我做个可爱的猪猪啊。要不你还是换一个吧。